学设计出身的五月天主唱阿信自创潮牌服饰连锁店一家一家开，但最近这件上衣白底 T 恤再配上红色领巾和一个怀表，超级有型。有网友却发现，哎，怎么另外一个牌子也发行了类似款，同样设计换了个颜色变成灰黑配，几乎如出一辙，连怀表上时间也一模一样，全指着9:10。发行这款类似 T 恤的大陆品牌服饰代言人正是歌手周杰伦，网友一发现后也特地 po 上阿信的微博跟他告状。对此阿信的潮牌公司也回应，因为这件上衣早在2011年就发行了，已经请对方下架并没有提告，而阿信更笑说就当作被肯定了吧。五月天阿信经营潮牌服饰事业有成，31号北京店也准备正式开幕营运，但里头有一位店员，发型侧脸都跟阿信好像好像，照片被其他店员拍下，网友纷纷以为真的是总裁本尊亲自到店里头整理衣服。阿信听到后更笑说：“可以活捉他吗？要他来帮忙上通告。”五月天不仅乐团人气超级旺，阿信自创的品牌服饰业绩更是好到不行，没想到因为一件雷同的 T 恤也能登上媒体版面。东森新闻谢氏樊秀伦在台北报道。